对许多人来说，下腹部突出永远都是烦恼的第一名。小腹突出不但让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老，许多衣服穿起来也显得异常突兀。明明不胖的你，却总是因为小腹肥胖而背负不属于你的罪名吗？说到瘦肚子，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仰卧起坐，但事实上，仰卧起坐对腹部锻炼的效果有限。此外，如果动作不正确，还可能使腰椎承受巨大压力，增加椎间盘退化的风险。同时是物理治疗师及瑜伽教练的中村上人，诊治了将近10000名为腰痛等姿势问题所苦的患者，且透过东西洋医学研究人体的过程中，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腹肌要用伸展的方式来锻炼。透过伸展腹肌，把被压扁而往外凸的肚子拉起来，让身体记住肚子平坦的形状。如果再加上改善姿势，身体的瘦身开关就会被打开。这个遵循身体原理的全新腹肌运动，一次只要10秒，不受空间限制，在哪里都能做，简单轻松，谁都能坚持下去。让肌肉变得柔软，身体一定会有所改变。就用拉伸腹肌在身体掀起革命吧！一、双脚站立与腰同宽，出力将双脚脚趾翘起。二、双手食指交叉枕在头部后方。三、吸气并将上半身往后仰，维持2个呼吸循环后，再回到原始姿势即可。如果你喜欢早安健康影片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，要记得打开小铃铛才会收到我们的最新通知哦。